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梁杰妮，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剧场十周年的庆祝活动。今年是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成立的第十年，在这十年里，我们克服了各种挑战，不断成长与进步。我深感时光的陪伴，并对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心怀感激。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，观众可以期待在今年的9月6日、7日，我们将会和滨海艺术中心联办，在他们的剧场滨海艺术中心新电信水滨剧院呈现《川之生命河》。川旨在表达生命的力量与多样性，通过舞蹈，我们希望表达生命的复杂节奏和共同目标下的团结一致，互相支持的精神。在舞蹈中，我们通过集体动作表现出团队的精神，象征着不同时段不同人的参与和对华族舞蹈剧场的贡献。每个舞者的动作就像河流中的波浪，共同构成了生命之河的美丽图景。整场演出将充满了视觉和听觉的盛宴，舞台上将运用多媒体的技术，光影效果如同灿烂的阳光，透过血液川流不息的动脉，呈现出生命的光辉。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前来观看我们的专场演出《川之生命河》，与我们共同庆祝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的十周年。这场独特而引人入胜的表演将于9月6日与7日下午3时与晚上8时在滨海艺术中心新电信水滨剧院上演。希望您能与我们一起沉浸于流动的艺术之河，感受生命的旋律和无尽的可能性。谢谢。